大家好，啲数今次就会介绍一架 Tiny 名99号红巴200MC Philip。咁啊，今次呢架路线就系13号 D 去保德，吓保德。咁啊，第三版99个第三版又出啊，冇错，又出。有出架九号啊，咪卡住咗喂，有出架九号，黐，唔算离谱噶啦，76号先离谱啊，真系。咁啊，架九号就系冇，唔知会唔会停，唔会唔出噶啦，系。咁啊，路线一13号 D 去保德，咁啊车牌 VR6208，红巴啦。咁咧呢个就人住 WiFi 嘅，人咩？我唔知，睇唔到，太细个。车尾，你喺边车身？车顶城市物博，印咗城市物博。六 K 得唔得？咁佢出咗三架76，唔系99号，出咗三架99号。一架就是荃灣限定的，一架荃灣限定，咁四架都一樣是有呢個嘅 WiFi 啊 ，WiFi 嘅貼紙喺度啦。佢除咗第一版係有印咗呢個嘅電視機之外，其餘三版都冇印到嘅電視機。三個唔同路線啦。希望唔好再出啦。之後佢 Tiny 話會 ，Tiny 原本 catalog 寫話出12.8米同樣一樣，不過有啲唔同嚇，個車頂有啲唔同啦。12.8米，咁呢個12米啦。出咗先介紹呢個價，即係之後先介紹，未出，唔知幾時出，唉。希望不要再重用了，真是99号红76，车顶咪车底是这样，车底都咁好。咁今次呢架 Tiny 名99号的车仔就介绍到呢度，咁就下集见，拜拜。